宇文玥是不会这样看着燕洵死的，他既然敢跟我作对，我就可以对他不留情面。别具天眼，从即日起，由你的兄长宇文怀接管，你呢，就去边关历练历练吧。阿楚有危险，开门！我要去救他，救完他我马上回来。GTV戏剧台，森田药妆，《楚乔传》。